26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直接去垦丁，现在时间大概12点左右，我们到那边大概要2个多小时。是什么？薯条。这个应该可以吃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牙膏，草莓的。要给大我笑。嗯，要打开了。杯子呢？杯子，我忘记拿杯子。那怎么办？那赶快再漱漱口，用这个漱漱口好了。好，我们去找爸爸。快点找吧。好啊，走啊。番茄酱，这个是番茄酱吗？啊，阿姨这边除了卖这个白饭，我们有炒面，那你可以吃点点饭。
起走。你是突然不会走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以了，走啊。